所以在干嘛？你现在在干嘛？是你现在在干嘛？我房间有个脚架，没关系吗？我现在在装法。我的天哪，你的裤子也太短了吧！没有拍我裤子吧？没有，现在没有。好。探头了，头一直挡住你。没关系。你这样子真的是好。在装法的时候，我们先介绍一下装法师好了。装法师旁边这位是，就那个留言堂化妆师啊。榴莲糖化妆师也要打招呼、啊。还是我们来分享一下榴莲糖的故事。不要再分享了。不要再分享榴莲糖的故事了，我要死了。啊？你不要这样，你觉得不要這樣？小编知道吧？我觉得他忘记了。有啦。是有关于生气的事情吗？对，是吗？对，有关于化妆师跟艺人吵架的故事。为了榴莲糖。他就是吃，不要再讲，有啦，小编那一次啊，哦有的时候有聊过，哦他吃了那个跟你，对，他吃那个跟我化妆，然后就生气，然后他就说有这么严重吗？好了，不要再讲了，我错了，对不起，可以吗？我错了，觉得我长大了，朵拉很想上镜，我不想上镜，比起我，没有不要，求求你，我现在完全不想上镜。现在是早上6点，下午3点了。早上六点，我一直以为我是一个早睡早起的人。好热哦。所以你的生理时钟现在在干嘛？美国吧？还是？没有，我现在现在好热哦。真的。等一下就要回家了。回去哪里啊？啊？回家？回家。我化完妆就要回家了。哦，这就要去红毯呢？没有要去红毯、啊。我现在在玩游戏。在玩什么游戏？弓箭传说。弓箭传说。嗯，而且我花了很多钱。什么无聊的游戏也花钱？科技。游戏公司。我觉得游戏公司有一半以上是我养，是不是你撑起来的、啊？我觉得游戏产业是我撑起来的。我就是一个氪金玩家。那个游戏还没花到钱的吗？没有，我连消消乐都可以花钱。消消乐什么钱好花的？就买那个可以移糖果啊，然后还有直接把它敲碎的那个。我到底干嘛开直播、啊？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在酒店在干嘛。我在酒店很忙碌哎、欸，又要准备今天一整天的行程，然后又要开直播，还要化妆，还要弄头发，吃饭。其实我今天本来早上起来想要去游泳的，后来嘞，但一起来就是1点半了。我以为我，因为我感觉我起来的时候应该是11点左右，但我已经拿着我自己起来看了，现在已经1点半了。你怎么会叫王伯轩长进？什么？他毕竟也当过一阵子的摄影师。你说被大家嫌弃的摄影师啊？对啊，如何？干嘛语带不爽？没有啊，还好吧，我开得开心就好。OK， 真的是要流汗，我感受到真的好热。待会要去走红毯，走完红毯就去吃海底捞，然后就去机场。
啊，还是等一下我来直播帮朵拉剪头发。好啊。毕竟拍。你要带剪刀？你要带剪刀？你会救我吗？你会救我？打包剪有吗？有。不要剪，我想留长。你要留长？那留长的重点是什么，小贝？留长的重点就是把它打到变水母头的。超虚的。所以小兵要整理。你要原谅我。还是聊聊红毯，你准备给大家什么惊喜？你的造型。我跟你讲，今天红毯如果没有打算下红毯第一帅，我就不去了。有这个比赛吗？我自己办啊。那评审是谁？评审就我一把。没有，所有参加待会那个。你们请就会直播的人都要选出红毯第一帅。哦。然后因为只有我发起这运动，所以参赛者只有我一个。只有你一个。请大家尽量投票。哦。那我真的没办法，一定是我啦。我不知道，昨天看了大家的造型，我觉得还好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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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不知道大家今天想要投给谁？你觉得你的会有比竞争对手吗？我没有竞争对手啊，我跟就是我没有要跟大家竞争。OK， 对，好，我只是去看一场秀跟表演。哇！还有很多人问说清平调的词，你应该记不起来吧？记不起来啊。哎、欸，拜托，根本没有时间准备啊，一定会唱得很烂。天哪！还是朵拉教大家化妆，这是我最近新买的眼镜。帅吗？用不出来是不是？超轻的哦，我没有代言他，但是我是想推荐给大家。好热，我要流汗了啦！还是赶快练一下清平调。好啊，不然你唱给大家听好了。我一定要唱。咳咳我一定要唱的非常烂，待会就是唱的再烂都会比现在好。李白是不是在喝醉的时候做的这首词啊？李白好像，因为我觉得他应该都有，他这首诗写的没有很好。但天哪，这首诗好像是。那时候最著名的一首诗。你像一山花相融，春风拂槛落花浓。若非去山头见，会向瑶台月下逢。一世候念露凝香。唱错了。你像露一哎。一曲红颜露凝香，哎，一香一香花香浓，哎，完了，你看吧，我就说完全没有背。有人说李白被你气活了，真的假的？所以我是人体 AED。毕竟李白很爱喝酒这件事情，大家应该也知道吧？我一说李白是。为了捞月而溺死。
太浪漫了吧。我改天也要到湖上去捞月，就捞出一个月饼，好不好笑？扣分。哎、欸，有音档吗？有啊。我有，我有，我有。我其实今天是吹笛子去的。黑巴巴。云像一双花儿相拥，春风拂槛露华浓。若非去女山头见，会想要太月下风。一枝红艳露凝香，云雨巫山望断肠。不借问寒龙谁得似，可怜飞燕倚青妆。好，来解释这第一段词哈，就是云想要穿他的衣裳，花想要看他的容。你还是别解释，住嘴。春风就是吹过那栏杆，然后露水很浓郁。如果不是在那群壮丽的山头见到它，就会是在这个露台的月下会看到它，对吗？好吧，不是对。然后又说杨贵妃像一只牡丹，很艳红。然后像露水一样香。然后云雨巫山枉断肠，就是这些风景都因为它的美色，就是会很心动又心碎的感觉。嗯，应该是这样吧。然后他就问说：“哼，这后宫谁比贵妃还能够得宠？”然后就连那个什么飞燕啊，他叫什么飞燕？赵飞燕啊，都要依赖新的那个 Make Up Forever。哈哈哈哈哈！是Chanel，是Chanel。哇塞！天哪！或是 RMK。哈哈。有人说你是不是昨天喝到假酒了？就是赵飞燕都要用，就是靠妆容，可能就要开启那个 B612新的妆容，或是美图相机，才有办法尬过那个，才有办法赢过杨贵妃这样。哦，鬼鬼昨天说你开滤镜，是因为掩饰你的细纹。拜托吴映洁，你到现在还没结婚，嫁得出去吗？他昨天还自己自首，是哦，对，那我给你们看。他就贴那个新闻给我，说鬼鬼吴映洁今天谈笑亏，他怕拍起来太老什么的，然后就说我开玩笑说你老，不要生气哦，哈哈哈。是有多怕你生气？因为我之前吃过他很多次气。讲一堆屁话，我每次在那边他，我都在那边只好心疼这些，说没关系啊，你开心就好。春风拂槛，我们昨天整个节目组以及我自己查了很多文史资料，比较倾向是槛啊，但我不知道，可能要问你一个人。我打给他，okay？ 是剑吧？但 demo 录给我的时候是砍的。剑，不要再影响我了。
然后名花倾国两相欢，就是花和那个什么，这 M 突然忘记了。Anyway， 就是两个就是很美的东西，看就是倾国倾城很美的东西，互相辉映的感觉。然后常德君王王笑带笑看，就是君王看了就笑嘻嘻、色眯眯的那种。哎、欸，看到好看的，大家不要把这诗词看得太什么浪漫，然后都看得很像很高端，但不是，其实君王以前看到美丽的也是色色眯眯。有一点想关直播了。然后这些美丽的东西都会化解很多很多的，就是恨。美的东西啊，都会化解很多的恨这样子。然后沉香亭北倚栏杆，就是其实就是在诉说杨贵妃跟皇帝在这个凉亭的栏杆前面倚靠着，可能就是在那个君王在看杨贵妃的美，然后杨贵妃在欣赏美景这样，其实很有画面啦。我觉得李白写的不错。李白啊，白哥不要介意哦，开个玩笑，白哥。难怪昨天吴英姐在。IG 上面按我爱心，一定是怕我生气。还是他觉得你那个滤镜用的真好。哎呀，这有些滤镜就是它有那个效果是关不掉的，就是可能要点火的那个，我找了半天也是关不掉。怎么样啦？有谁敢关滤镜跟我 PK 生图啊？搞什么？我知道，好吗？不要吵吵吵，每天那边跟我说不要开滤镜，不要开滤镜。那、啊、现在每一个软体都有滤镜啊。然后 iPhone 那个拍照又那么丑，叫人那么活、啊。来 PK 本人啊，来啊！每个跟我合照的女生哪一个不开滤镜？生气有吗？然后就是，合照完之后，你是，开玩笑的啦，开滤镜好、哦，好意思，求关直播，怎么转这么久？哎呦呦，回来了，等，这样呢？又卡了，还是你换个角度试试。给你脚的，要走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师傅，躲好了，好了，那好了，看我这脚背，好了，就再换衣服，所以我要直播换衣服给他看，当然啦、啊，啊，这样不好吧？时好时坏，还是趁现在这时候时好时坏的时候换衣服，穿衣换衣服。拜托，换衣服也不能拍。对，我觉得可以。那我们来换衣服吧。如云南要换衣服喽。我说那个脚架去平衡。我已经买了一个，你们要吗？我可以拿去拿。衣服在里面。进去换。没有，他不要讲过吧。我不只想换衣服。你还想换什么？我还想做很多事。好，那先换衣服。说要换衣服的时候，讯号又回来了。好了，换，果然。换什么衣服？今天是要穿什么？红毯的衣服。今天就是穿。亚洲首穿。今天就是最穿就是睡裤啊。好啊。就这样上去，我看。睡衣风哦。我就算穿睡衣也是第一帅啊！拜托，拜托，受死。拜拜，要关上换衣服咯。
那这等一下要，但要继续聊天呢、欸。要继续讲话。我带你拍一个缝缝啊，你从我这角度。拍缝缝。好。看得到东西吗？看不到。我哪这样看不到？这样看不到。先出去。走开啦！弹出来了。换衣服的时候有什么想聊天的吗？没有。很卡哎、欸，还是直接镜头读进去？对啊，什么卡？不能骂脏话。好好，你进来。等一下，这边的信可以收一下。可以，行。你可以吗？上衣哦，上衣需要帮忙。上衣。想开门。开屁开。关。口味真的，关。开。开。我开了。我关。哎，我又关了。我又开了。哎，我又关了。超烦你。好玩哦。哪里好玩、啊、把镜头怼进去，把镜头怼进去。怼你的头啊。啊，穿好了。穿好了。哦，好像可以嘞。这一套是全亚洲我第一个人穿，没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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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让我穿。很多人都不会，很多的艺人都不会打双节领带。你要教大家吗？这东西还要我教，就是在干嘛、啊？这是时尚必备的一个技能，好吗？来，打给大家看。位置还要再抓了，大概是这样。如果你不会打双节领带，你就不是一个时尚的，真的，我是说真的，非常严厉的告诉大家。有没有？哇！来点掌声！时尚大师，太浮夸了，这个团队。看看大家，来，征求大家会打双节领带的，请留言。不要问网友，在场有谁会打双节领带？因为你而已，你一个吧，你自己会吗？我会打单节而已。我会打平节。你打死节吧你。我打蝴蝶结。你再打成蝴蝶结。哎、欸，很时尚哎、欸。啊？什么？把这个打蝴蝶结？嗯。不要吧。真的不错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我的饮料呢？那边，我刚刚从一个小时前就说我好渴，那不是要喝水？没有，我喝的是可乐。不能喝饮料。不能喝饮料。对啊。为什么？你有看过艺人在红毯前喝饮料吗？有啊，我。多不像话啊！我觉得你的奶头。这个。
怎么有一个？我们可以开始拍照。哎，这个把这个放进去。我们可以开始拍。这样子，好。等一下，我先把裤子塞进去。好，那个衣服塞进去。你就先放着呗。教大家一个塞衬衫的诀窍。我的天哪，这样是对吗？教大家一个塞衬衫的诀窍。就衬衫，好，先塞进去之后。旁边这里要这样的小折痕，这里也是，你就拿一根手指这样子，然后就不会看到衬衫就是随便的凸起来，这是另外一个时尚先生必须要具备的技能。然后一般上班族如果稍微没有那么长的这个下摆的话，你扎衣服的时候就这样往下扎，然后拉到最底之后再挺起来，你就会非常平坦。刚有人说你流氓啊。我在教大家穿衣服好吗？就这样就可以省一笔造型师的费用。因为哪失业？对，即将失业。好，今年各个品牌呢，就连 Beruti 他们呢，都有一点 oversize 的，就是已经一发不可收拾的这个流行趋势。那这个 Beruti 是双排扣。双排扣现在穿法已经几乎都是不扣扣子的，因为它就是要展现这个宽的感觉。那这个颜色基本上今天晚上只有我撑得起来。嗯，好哎、欸，我喝的这是全糖的。哇，一人红毯姐喝全糖，乌龙，这像话吗？哦、你知道道哥昨天就没有吃饭了吗？道哥昨天没吃饭，干嘛？为了红毯。是哦，他有这么胖吗、啊？我昨天难怪道哥，难怪昨天我听到他跟微微在聊断食法。断食法有好处啦，就是因为身体在消化食物以及各项食材的时候呢，都需要。不同的内分泌的这个成分来帮忙消化，不管是蔬菜啦、肉啦，肉还有分红肉、白肉啦、海鲜啦、还有各种水果啊，还有吃到太甜、太咸，都会有各种不同的内分泌，所以你的身体其实消化的时候是挺耗消耗的。所以如果一个月一周，一周一天。或两天，让你的身体可以完全的清空排空，其实是有点像是重新开机的感觉，所以这件事情也不是不好，但是要有限度，每一种东西过于不及都没有很好。就开始左脚算了，赵飞燕新的呀。今天对你的造型还满意吗？造型？你在质疑我的团队吗？榴莲糖，小刘，刘尔金，小刘，小刘最近交男朋友了。这不是公开不能说的秘密。你妈应该不会看我吃。我妈看。哦、你妈知道了。她很满意这个男朋友。好像也一个直播的。他们晚上两个人都在吃鸡。绝地求生。吃鸡？你干嘛？干嘛澄清？干嘛解释？干嘛心虚？哇塞！我为什么要一直 Q？有人问说走红毯时想放屁怎么办？走红毯，你是先举手，举手跟他说：“嘿，不好意思，我想……”对，然后就直播就会关掉了。你喷的是什么？
定妆的赵飞燕。你怎么都没有去分到你？哦，真的没，真的都没分到。因为刚好有一个风在吹。赵飞燕新产品哦，赶快来用哦。开始乱喷，这什么牌子啊？一个我指甲刀。好。然后还要护手霜，然后还要。除了钱没有。全糖的玫瑰乌龙。开玩笑的啦，怎么可能喝全糖？我已经，道哥是今天才断食吧？昨天。才一天啊，我已经一个月没喝糖。好，谢谢。哇，这个看起来很好剪的。嗯。哎，你妈要拍照，来不及了。来不及，就让红毯等我。好啊。拍照在哪里拍？你现在这边。在哪边？你坐的在这边。好。哎、欸，大家剪指甲的时候有没有办法不让指甲飞啊？我没办法、啊。可以啊。它都一直飞。会飞吗？比小虎队还会飞。蝴蝶飞呀飞。头条亚人耍大牌，红毯压轴。屁呀、啊！我还要跟俊峰跟道哥一起走、哦、我们今天晚上红毯有一些蛮好玩的桥段，就每个人都会致敬一个 movie character， movie character， M O V I E C H A R A R A T R， 是号称英文小老师。哦，我现在头很痛，比较吵。一个电影角色，大家可以在红毯上面猜一猜谁是谁。我今天其实这身衣服还挺明显的，只是致敬归致敬，没有到完全百分之百的卡比他的服装，但是这么跳的颜色以及我今天所塑造的人物个性，有点疯疯的，有点歇斯底里的，大家可以猜一下。阿凡达，来一个网友，来一个，超多了，来来来，他们在 P 图吗？阿凡达蓝精灵，新图，我新 P 图。阿凡达是你吗？阿凡达，我鼻梁不够高。你的尾巴呢？我鼻梁不够高，你们可以找鼻梁高的艺人。还有什么？要拍照了，你剪完了没？快了啦，等一下啦。不剪很不舒服。藏污纳垢。小叮当，绿巨人，阿拉丁神灯。阿拉丁。这怎么那么可爱？熊猫哥。对啊。谁的？我的。你刚刚看到，那是护手霜吗？对啊，隐形。而且它是开头把它整个转开，这是新产品吗？没有，要介绍产品。赵飞燕。你的手很久了，应该很干。好啊，嗨。那这边哦，太香了啦。太香了。那个杂物可能。杂物是，你才是杂物。是，我赶快收好。赶快，你慢慢子。有吗？你收了。还有人说憨豆先生。憨豆先生。哦，那个我忘记我了，可能像是。憨豆先生。好。没有那么帅了。越大越好。对对对。我这领带打得很好。还有其他的。有一些案板上面的，所有时尚相关产业的朋友，不会打双节领带，现在马上给我学。就是马上离开。要不然你马上给我离开。他要坐哪里啊？你
好。你看艺人有多辛苦，从起床的第一秒钟就没有自己的时间。还好吧。完全没有啊。他们也很舒服，他们一定要拿，他们可以穿自己的衣服，舒舒服服。所以你还是很支持你的睡衣。不会啊，我裸体就有衣服，我怎么可能别人不想穿？工藤新一，来这边借个位置，后面还有他的水瓶，你帮忙。好。然后还有那个卫生纸跟你的粉红色包包。后面它那个 LED 的线帮我顺一下。好。然后哥可以在往后吗？往后。那个椅子可以贴到。因为它在后面，好像就没空间了。好的。那等它等它，可能就会有很多线。好的。然后那个包包。好。哦，那个包。哎、欸，这个蓝色拿香蕉，蛮合适的。今天我扮演的是 Bruce Lee。那我先讲解一下，帮我扶着一下就好。等下就是一个这样做的，然后怎么样做？然后等一下下一个是。我站在这边，然后这样看他。我现在就要做这个。哎呀！那个形状比较好，这个。公司还招人吗？公司现在没有那么多前景人啦，大家都以为我营销买很凶，我从来没有花一分钱买营销。那个香蕉跟那个香蕉入镜，香蕉入镜，香蕉想要他们不要钱，免费打工，来啊，免钱的最好。耳机，耳机，对的。有人还说我给你钱。如果大家真的想给我钱，我待会会贴一个账。可以救一个人吗？
照什么诀窍吗？拍照的诀窍就是你要长得完美。真的啊，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，不然就是要开修图软体拍到最强。再看回来一点点，哎、欸、对。哎、欸、对，看到大概 Rina 的脚这边，对对对对，脚很宽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你中枪了。对，对，然后一个不耐烦的撑着，不耐烦的撑着，对，对，我现在已经还不够能不耐烦，这是他画很慢的感觉。哦。坐在上面，坐在上面，这是上面可以。啊、椅子上，哦，椅子上。然后手可以撑。撑在哪？就在。好。然后那个椅子旁边的两瓶水。农夫山泉还有冰露拿走。你有带可以烫吗？嗯，不，那个白的那个就好了。这一边只要留白的那个，留里面那个沙，对，里面的沙留这个。好，他动他的，我们就拿。巨蟹。整个人吗？哎，对。所以我会越来越顾家，越来越不想出门。我以前一个星期不出门，我就觉得回去不会进。现在我可以一个月不出门。还有好奇什么？我的月亮在水双鱼啊，我是过度浪漫的人，过度感性的人。那个空气清新机放先，因为说你不想回，不想出门，是因为上瘾。放心拉掉。肯定有帮忙。是因为外面的世界很无聊好吗？你告诉我，外面的世界有什么好玩的？谢了。椅子再回来。对。然后后面的窗帘那个深色再帮我收多一点。对，这一边，这一边，对，好。你们说你们出去蹦迪，然后在那些场合遇到的人，交到的朋友，有哪几个真的你们可以聊心的？真正的好的交流。线帮我再推进去。质量。在家里跟三五好友真的能聊天的朋友，喝个小酒，聊个天，就算不讲话，打个电动，打个游戏，那才叫交流，好吗？不是你们每天出去那边逛街，然后讲一些根本不着天际的话，然后吃饭的时候还互相拿着手机这样子，什么意思啊？我年纪大了，你们才是没脑。好，这样好。当我没说。这样好、哦。真正有品质的生活，不是每天出去那边花枝招展，喷了一个香水，穿了一堆好看的衣服，然后跟没办法聊天的朋友交流，这才不是交流。好，这样好了，钱呢？讲的都气。好啊。哎，对。哎，对，对。好，这样好哦，这很好。到底会不会交朋友？那就只好跟你交朋友啊。哎、欸，对，好，这样好。我是一直都在跟大家用心交朋友啊。好，至少在有限的范围。好，刚刚那个手上来，然后一样看这个椅子的位置。对对对。
因为等一下你会在这个椅子是玩手机，就像你刚刚说的，就是来交流。好，好，好，来了。对。OK， 好，换过去。好。聊到这个我就一满肚子。好，来手机，手机，手机给他，给他一个手机。我的手机给我。用丢的，用丢的。丢不了啦！可以啊，用抛的啊！哎，好，伸手。对，我怕砸到你而已。对对。很好。然后就是一个对手机在笑容的，然后都是不理那个旁边那个。对。你是不是今天没有吃药啊？没有啊。对。开始单拍你个哈哈哎，有人说我知道你今天扮演谁了，我的男朋友。嗯。哦，你没有很惊讶？我有刚好看到，可是觉得阿凡达比较好笑。应该五分钟。好，高高，可能有点困难。OK， 下班，谢谢。耶，教大家一个拍照的诀窍，就是了解你身体的每一个小细节。当你摆出任何角度，你要知道它是呈现什么样子。这好认真哦。然后再来关于交朋友这件事情，我想问大家，你在网络上面或在讯息之间营造的形象是真的你吗？你愿不愿意跟你自己真正的好朋友讲你内心最脆弱的那一块，那个才